头的，对吧？软件。这个越慢越好啊，越翻越好啊。冇所谓，你将将一路南北南北咁样转。七，七。好，正常啦。正常。OK。啊，佢嗰啲前世嗰啲都清埋啦，嚇！你前世啲嘢都清埋，啊，唔好再諗啦。不要再被那些舊的記憶綁住自己，知不知道？是昨天有说的那个用颜色，其实需要除臭以外，都可以 energize 增加那个房间的那个能量。你行遠少少啦，你行出嚟啦。好嘅。
转过来的。哦。他到处在找那个能量点。哦，用那个红色的，加上橘红色，加上这个测的那个坠子。最主要是要测到哪里？测到那个正确的有能量点，他就哦有这里。哎，那家里摆盐灯也可以拿这个去测哪里能量比较。盐灯，喜马拉雅山的盐灯。需要去测说，哎，哪里能量比较弱，把那个盐灯放在那增强那里的能量。它是用那个颜色。OK， 好。那个位置是就会增加那边的整个位置的能量。然后他还要再找其他颜色。昨天他有讲了，在那个课堂上面有讲。昨天我没听。嗯，他有听。他这个大概就是好像你可以。你有一些很神性的地方吗？比如说教堂有一些地方，它可以做，能躺进去就可以好起来了。嗯，就是有好像哎，怎么有一个 miracle， 它躺进某个地方就可以好起来，就是、嗯、它就可以将那个地方变成很有神圣能量的地方，好像教堂那种。嗯嗯嗯。不一样，或是要改嘛，人家改方向还是什么，这个就可以，就是把不好的变好的，不需要改了。对，所以就是很简单，用这个颜色这么小点就可以处理了。对，可是你要懂怎么找，然后还有正锤。嗯，对。所以两个颜色就可以 energize 了。这个气场。好。对，这上面就有了。对啊，嗯，这个比较大。他这个围绕他，有这个能量，全身都有了，好了，在这里吸收能量，吸收能量，就那两个点这么特别，有时候慢慢用去拆门，用去换，对，这个就是跟风水都说要拆门呐，就是这个不要，对啊，这个不要放。你三年几我谂住话，即需要一啲时间先慢慢。慢慢好快，唔好再亂咁諗嘢啦。我要回去看看他的课程录影吧，好好的研究一下。好，谢谢啊。多謝曬，多謝曬啊。